FCG 怎么直接就来了呀？ 小叮当高点位置，阿西莱夫的致命，我致命！哎，哇，王鹏，王鹏的两枪把小叮当直接给放倒了，要不然这一波 MCG 直接遭中啊，无敌的，因为小叮当那个位置是高点视野加强无敌的。这波要快清啊，17也来了，17来的话，那小叮当彻底没得救了。啊，是的，而另外一侧我们看到牛哈比把巨斧给打掉了，哦，这巨斧怎么？ 撞到了牛嗨币脸上，牛嗨币还在市场呢，怎么就把巨斧给打？没给到视角，具体也不太清楚。但小铃铛一个人挂在高点位置被击倒了之后，机器人也扶不了，周围来又来了 4M。 哎呀，天路也来了，天路的枪线把嘎达伟直接淘汰了。小铃铛有的救吗？小铃铛，还被小鬼 pass 了。MCG 也被17淘汰。是的，17两个人都能救，这波有点。这波有点，这波我跟你说，小刀那个位置，哇，这个二圈果然往北切了。<笑>这个圈，这点的话，想去往前抢，啊，完了，就知道，哎呀，这我感觉啊，是天霸走了反击波，他现在 YOG 踩在这个地方就练练枪杆，打打靶，对，打打靶吧。 田霸那一波前后队伍脱节，相隔了一个大格。对，慢慢走吧，不着急。你就真的有点看牛哈比的脸色，牛哈比不走有点难走，有一点点难搞啊。DT 也在帮忙后面架枪。这波要不不要再往上走了吧？再往上走自己要没了，没必要，真没必要。就两颗雷有效果的话就打一打，没效果就算了。对的。 带个兄弟来嘛，多扔点雷是吧？是。啊，这边 DET 进入到了 4M 的包围圈当中啊。地图上看的话，感觉 4M 这个站位就是在埋 DET，DET 直接开车开过来的 ，4M 是完全听到了这个车声。被埋了。啊 ，DET， 哎呀，出事了，这波只剩577。太痛了。 再往北绕一绕嘛，是吧？他要是知道的话就好了，就是他要是能知道，再往北绕一绕就安全了就好。是这样的 ，4M 在这个位置埋人是除了这个本身原主明天路，这个进了城也感觉太难出去了。小叶周边全部都是高点，崔七幺今天还能不能烫起来啊？崔七幺，小崔，完了，小崔被盯上了，被盯上了，哎，好烫，戛然而止，没有队友，没有办法，其他两兄弟七七他们还在外面，还离有17这个位置有点尴尬呀！哎呀，牛嗨皮直接撞吧，看都不看了，我还来，连连少来了，难道来了？这是这样的，又来，哎呦，我的天哪，不是吧？我跟你说，就是真的玩开心了，不是，就是一个个。 一个个来的，一个游闪白了，哦，没问题，谨慎啊，知道 DDT 当时是全部倒地的 ，4M 全部不在圈，哎呦，先打一个就会，好准，不影响不大，能救，进屋先进屋，不要在外边。 哎，这个位置很受限，太被动了呀，太被动了。落地先倒两个，莱昂KK那位置救不了了。马哥这个位置感觉往回爬一爬，小明能不能给开个门？换了喷子，小明已经换喷子，来吧，放手一搏，没办法。是的，这落地直接掉两兄弟，本来就三个人。 天龙应该要做了一个双人协同，抛闪然后攻击，直接过来吧，两个打协同啊，投掷物都不用，直接两个过来打协同。真的感觉，哎呀，好难受，打的也不舒服。哎呦，17直接撞啊，10先从城里直接绕出来了，城里也不待了。但是他近点就到了两个人嘛，高点还放了两个人。 是的，而且七七知道你后点位有人在架枪，所以说没有在那个窗口做太多的一些动作，反而是将时机引进来之后再打。
这波是没有观察到，还是观察了之后来到近点才被打的吗？因为其实上了这个山之后，他就没有什么太多枪线了。我倒是觉得可以慢慢的去打。我估计他是坡上待着，那这样的话很容易吃到悟空的一个背，这个背刺啊。悟空因为早晚要上山嘛，只要后续的全形不忘成。开始包夹阵型了啊。是的 ,CCE, LTY。一高一低，那 4M 这个位置很难再走了，很难还有下一步。看到了龙死根。哦，那他这一边的话很有可能会意识到防区里面的人拉出来了。哎呦喂，这是什么枪？是的，一枪带走了龙死根。顶再去压制这个 CD 可以了。哦，老局这边先打一个五 A 来了。格鲁萨火疗，火疗补上枪线。啊，只剩一个。最后老局刚才是无掩体对枪啊，对对对对，硬生生换了一个，换倒了一个。这波无伤拿下，而且还在圈边，很舒服。是的，而且 LTY 这一侧，就这个全形而言的话 ，SMS 也没有着急往这个白边去走，还是选择继续去卡一下天路。哎呀，天路上山的路上被悟空成立的枪线打倒了，骄阳连打带补，值得吗？我倒是觉得 SMS 这波做的真的还是挺，就是他挺冷静的，他没有第一时间选择来到白边，而是真的就是看一下成立的情况，就防你成立人摸这一手。还真的是被他逮到了，把这个天路逼回去之后，悟空居然跟天路在城里纠缠起来了。这悟空是完全可以上山的呀，他为什么要跟天路在城里打呢？这种绞肉，你城里说实在的，悟空很难做到无伤啊。对，他想拿淘汰，所以说九五可以提前买点，但是这个位置的话，先被处理掉了，没有等到队友的第一波进攻，然后先被处理掉。那这样的话，对于悟空，然后站住这边再去慢慢去打。记不记得这个圈？记不记得这个圈？这个圈就是十七在上一周比赛当中有一场，太熟悉了。切完之后，LTY 要进 ，SMS 在高点，哎呀，这个 YLG 还有人啊，那 LTY 有点难啊。这个圈其实切的有点太远了，主要是被高点和两边去夹着打。我南哥怎么了？我南哥好像遭遇了车祸。这边的战斗还是起决定性作用的，因为其实这边的队伍如果 SMS 能保证满编出来的话，这局真的还行。是的，天路这边天路追过来了，转攻，对，他现在是进攻方。是的，我那边上不去山了，都是因为你。完了完了，一个被打死。完了完了，出事了，出事，慈悲为怀。完了，自己也被炸死了，出事。这波天路。有点带着仇恨来的啊！我上山你不让我上，你也别想上。哎，会不会南哥开打通了呀？看一下南哥啊，看一下南哥发挥啊。好，再找人，再找人，再找匆匆幺零八。开始绕，疯狂的绕。好啊，这十七好人啊，他还要上山。他选择先进圈。这个时候你再上山的话，这一个人也是致命啊！看看能不能顺利上去吧。SMS 把这一侧清完了，应该是。有车身，有车身，小鬼拔了一颗雷，预判了一下。走一走，哦，他这个位置哇，看一看啊，看小鬼能打几个。是的，还有雷，还有雷，投出还是有的。哇，再劈一个，人太多了。太多了，这几颗雷可惜了，你知道吗？这几颗雷真的如果起到一些作用的话，其实啊，接下来打一个这个高点位置的身位的 pick 真有劲啊！匆匆摸了 SMS 一个人，哇，这被 SMS 打完了，哦，一个人穿了 SMS 两个，啊，打不过，打不过，南哥败了，别急，再来，兄弟又是摇头，贵打双方匆匆108和这个 pick 男啊，打了一个势均力敌。不过悟空由于人数比较多，快来快来，帮我你原地加一下枪，对不起，过来了。这个位置顶多打一个，七七三级一趟了，完了，对不起，一个都没打掉，太难了，太难了，三打一，应该没有任何的问题，就压火力压制，然后队友顶前点。好，那这样的话，恭喜到悟空拿下了今天最后一场比赛胜利，单局16分，恭喜到悟空。最后的话，我们其实在决赛圈当中看到就是悟空的几人小组的一个配合，对吧？